今年生日愿望讲埋啦。2012航空一款香港一款，同埋你哋恭喜。我再讲一次，再强调一次，呢、這个唔系净系蔡福华一人嘅心愿，系我所有歌迷同埋所有嘅朋友支持者所有人嘅心愿，希望大家踊跃支持。多谢各位朋友，多谢。是我的音乐的。在我上一年生日的时候，有一个朋友是香港电台，他就是淑梅姐，他打电话给我，第一个主动打电话给我，他做了一个节目叫做《旧日的足迹》，由我一开始带出了一个传奇人物出来，是香港的传奇。多谢淑梅姐，蔡福华。今日可以好驕傲咁喺淑梅姐隔離講一聲，我下年四月七號就喺香港體育館做我第一場演唱會。多謝淑梅姐。呢一個唔係蔡福華嘅歌唱事業嘅終結，係蔡華歌唱事業嘅開始。多謝你，多謝。喺度。多謝多謝多謝，見到啊，拜拜啊！無限感激每一個曾經幫助我同埋出過力、出過錢嘅朋友。喺度我真係唔想去再講佢哋每一個人嘅人名。蛋糕好靚啊！無論過往嘅事業邊邊都好，今日蔡中華出翻嚟，希望大家以花容嘅心俾多啲機會佢。多謝。Come on.
時嘅演唱會，達成自己心願，同埋每一位歌迷嘅心願，同埋多謝各位傳媒同埋各位支持者，同埋各位朋友喺度過下生日。多謝支持喺呢度。好啦，多謝你聽下，多謝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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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粉絲應該會有個環節俾佢㗎，唔使心急啊！聽我作出嚟啊！呢邊唔該，唔該㗎。OK， 呢邊，呢邊，呢邊，呢邊。OK， 呢邊。好，我左手邊唔該。事業再創高峰，咁咧我哋擺低先啦，擺低先啦，先啦。咁我哋咧有份生日禮物送俾你嘅，就係、由63位 fans 去投票送俾你嘅。咁其實係有意思嘅，點解呢？一般我哋嘅中國人嘅傳統，我哋中國人傳統係生日啦、結婚啦、或者係每月咧，都會送一啲祝金俾你自己屋企人同埋親人嘅。咁我哋 fans 係想話俾你知，我哋唔係就係當你偶像咁簡單，我哋係真係當你屋企人、親人。係啊，係啊，親人啊！咁而家咧呢個環節咧就係俾機會你哋去送花送禮物俾阿 Ken， 但係咁，你未講完啊？唔好意思啊，繼續。有隻碟。咁另外呢有一位 fans 呢，佢真係好錫阿 Ken， 因為佢有一個蔡中華高溫演唱會84 CD 嘅版本，咁呢佢係好好咁樣揾我攞出嚟，咁呢就消錄咗俾阿 Ken 做紀念嘅，咁個封面就係我設計嘅。咁希望咧，我哋由今年开始，每一年都可以同阿 Ken， 无论过生日，每一个节日都可以同阿 Ken 一齐度过。恭喜晒阿 Ken 啊！咁多歌迷。
實我當我自己歌迷同埋支持者，不但只係當係家人。其實我有句心底説話想同大家講，就係咁多年來，蔡楓華累到你哋，俾人覺得你哋中意蔡楓華係俾人嘲笑。我要告诉你無論是現在今天來到我這個生日會的傳媒朋友也好，什麼都好，以一種包容的心，一種敬佩的心，對每一位可以說得上是香港的樂壇前輩也得，或者是樂壇新丁都得，沒什麼所謂巨星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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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我自己來說，我曾經說過，在我們歌迷心目中的天王巨星，就不是說去說自己是什麼天王巨星。其實我自己經過過很多事，高低起見，不如我試過心，但是其實就很簡單，以一種我覺得平常心的心態，我很少告訴你上到台是那麼緊張，真的由今年三月我做酒店的時候到現在，我相信古人知道一個在娛樂圈已經是不怕說幾年了，三十年會是這麼緊張，但是我緊張是因為我重視，因為我知道這個是我人生一個很重要的機會，終於在天時地利人和三方面之下我出發了。但是我要強調一點，就是大家不知道蔡楓華是用了幾多嘅能耐、幾多嘅忍耐、幾多嘅努力、幾多汗水、幾多血，係換取今日可以再次重新企翻喺度。好多人去幫我，冇錯，好多人曾經幫我，但係你都忘記一樣嘢，我係有自己嘅努力，我自己有自己嘅範疇，即係話我自己每一分每一毫係有付出嘅。所以別說話蔡楓華再講咩什麼忘恩負義，我不希望再聽到呢四個字。蔡楓華一生都是四個字：有情有義，敬業樂業。就好似歌手嘅本分，即係我講就係咁簡單。希望你哋唔好再攻擊我話啊！你會係邊個去參與你嗰、那個個人演唱會？其實好笨咗，咁人哋唔嚟參與，我冇辦法嘅。我之後咪就話，希望就係大家會以後都係做朋友，開開心心咁樣。好，好。跟住我講，我歌迷係好大量。係啊，係。明白。好包容，明白啦。我當時好大量，好包容啊！唔好嗌佢咩什麼洪湖水啲，好唔好啊？算數啦，好唔好？算數啦。明日嘅路會更加好。其實所話帶出嚟嘅係一種香港人嘅信息，嗰個香港人應該知道呢個人嘅堅強。欣賞蔡楓華唔係欣賞佢嘅外表，係佢內在。我相信香港人係好少欣賞佢內在，但係呢人嘅內在好重要。能夠今日企翻喺呢度，話俾你聽，係就嚟開始個演唱會，唔簡單嘅，真係呢條路係好難好難。你好啦，唔係我啫，而係我一定要達成我自己嘅嘢。我講一聲，有人做咗佢。係啊係啊。有開文字唔俾期我，直至到我自己爭取到，直至到我能夠去揾主辦，到我就開演唱會，希望大家係支持。多謝支持。再次多謝啲傳媒朋友嚟幫助咯。多謝曬。影張大哥相，好啦，好啦，我哋嗱，影張大哥相之後咧，我就想同大家 fans 講，俾你咧就送翻少少，好，我聽我呢邊先，我哋係，你哋咧有啲花或者係禮物咧，就請你哋咧而家就送嚟俾 Ken， 不過咁就我想分台，呢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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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開始，係。喺呢度啊！嗱，咁就由一號台開始，咁一路順住個台號。
哋去，好唔好啊？好。咁但係送之前咧，就我想請我哋好尊貴、好尊貴嘅淑梅姐。好啊。淑梅姐有嘢想送俾阿 Ken 喎。請淑梅姐攞張相。我今日有少少唔舒服嘅，咁但系咧，阿 Ken 生日我一定要嚟啊！多謝你，多謝你，可以咧落到你咁嘅樣，真係唔係幾好意思啊！咁啊，我俾一支筆俾阿 Ken， 希望佢咧以後係簽多啲好嘅合約，係嘛？全世界可以巡迴演出啊！巡迴公司啦，開始上演啦，有分咗好多好事齊嚟。因為今天我來的時候我都有很大的感覺，因為去年呢在一個 Ken 生日的時候跟他做了一個的訪問，當時呢如果你們有沒有聽聲，有你有沒有覺得 Ken 今時就不同去年了？是啊，但是他對自己很大的懷疑的，我告訴你很多歌迷很喜歡你，不會，一定沒有，一定沒有，是很多的疑問啊，對於自己，但你們的熱情和他自己的努力是換了今天這個這麼好的情景，我感覺到非常之感動，很多謝你們，多謝淑梅姐支持，希望我聽很多謝你們，但好像有一件事想跟你說的，就是我希望你能夠呢每一個在你身邊出現過出過力幫過你的人，你都一定要感恩。我會明白這件事是嗎？啊，乖仔多謝你啊，多謝淑梅姐，多謝淑梅姐。咁咧就我諗係我有少少嘢想講，我唔係我自己私人價嘅。而家我諗啲記者仔、記者全部走曬，走曬唔緊要，走曬都睇我啦。咁我就係想同阿淑梅姐講一句啦，就係話一直以嚟咧，除咗淑梅姐之外，香港電台咧係上上下下所有誒監製啦、DJ 啦或者其他同工啦，都對阿 Ken 咧係非常非常之愛護、支持。係啊，喺呢一度咧講翻句，淑梅姐，多謝你同埋香港電台你哋各位同仁，多謝曬，多謝曬，多謝曬。阿鞋都講咗啦，多謝香港電台啦。咁啊，仲有多謝頭先嚟過嘅全部朋友啦 ，TVB 啦、機組啦，同埋東方派入嚟嘅多，東洲、明洲全部多謝曬啊！總之我哋都要多謝，多謝多謝。